要我看一下他啊，等一下，他有在吗？青仔在不在？天哪，在干嘛？那不然踢他哦，踢他，我们换一个法师，换一个法师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喊一个，先都进来。哎，大家都上，大家都上。好，我主大拉他一下，拉一下那个提布。好，都大家都上线，我们 buff 等下分配上一上，我们就可以打。好，来，我开内建了。那个，等一下听得到我声音打叉哦，听得到打叉，听得到的打叉，我等下确定。好，那到了，OK，来都进门，我准备分吧，我先确定听得到打叉。你们那个水包要的要一要。那个八队的恩木听得到吗？那个风吹你一二队金奈，夺命三四，然后那个 H 木你五六，然后山贼听得到吗？山贼听到打一，杰哥你上那个元素诅咒，那个山贼你上那个暗影诅咒，可乐你上鲁莽，然后那个八队的梭罗，你上那个元素诅咒，上小怪也是，就两个元素诅咒，帮忙上一下。好，那法师那个真男人，你一二队金奈，城之内三四，然后那个提布五六，两拳法七八，其他法师单体。那小弟的部分那个贝比一二三，然后那个苞米四五六，然后那幸福七八。我们坦克有四个，那个我是坦克，然后还有那个放屁也是坦克。还有二队那个药习惯跟斩你老木，那个裤头是我阳光，那个放屁你叉叉药习惯方块，那个斩你老木月亮，那等下法师侦测那个真男人你骷髅头，那个提布你叉叉欠你方块两拳法月亮右暗沉你帮忙骷髅头，啊七队那个云那是什么怎么念？看一下问一下。那个开怪猎是我们的射得好厉害，他是跳怪猎。哦，云中，OK，没，那跟我想的一样，云中。好，那云中你帮忙侦测那个叉叉，啊，我确定一下 buff 哦。怎么了？你是跳怪猎吗？我给你 A 啊，我见你是跳怪猎。怎么了？你说你不会啊？那我问一下，有没有来猎人会？曼陀珠好像会，曼陀珠你可以吗？你说你不会跳怪，我以为你会跳怪。我记得曼头猪可以，还有蜜我。你没带水哦？那你现在方便回去带吗？不要拉你，我们先清小怪。好啊，那你谁法师旁边开个门给他回奥格。法师还有炉石。法师有办法开个门给奥格，不要点到门哦。然后我确定一下，大家 buff 都得，我们先打。他等下回去拿水，我们等下再麻烦术士拉他一下下。啊，对，千万别点哦，不要回去哦。然后你们那有蜜炭喝一下，加一王用得到。好，来吧。OK，来，全部往前，全部往前。那个药剂喝一喝啊。哦，我们这边重大失误。整团灭这种很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哦，那种看起来就很想骂他那种，2000。哦，例如那个克苏恩，你串烧，哦，2000，那种就是2000的定义就是那样，就是有一个人进场，然后串整团的那一种。
好，等一下拉你那个术士可以出去拉他一下，有没有谁可以出去拉那个自愿一下？两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三贼出去，再一个，好，谢了，感谢。好，坦克标下自己的目标，谢了，标的好。那个 WA 等一下侦测一下，麻烦一下。哦，法师一定要上哦，然后我们确认属性再打，不然会灭。好，开。来，骷髅头上一下侦测，来侦测一下，有谁有 WA 在那？那个雷霆，哇，这骷髅是雷霆，小心，他擦灭火反，小心，骷髅是雷霆哦，先不要打骷髅头，先不要打骷髅头，哎、欸，还是打骷髅头，不要打骷髅头，慢一捞，我要拿盾了，好像有人打到那个支持打击，来先打那个叉叉，方块，方块先打掉，方块先打掉，方块打掉打月亮。好，月亮可以打，月亮可以支持打击月亮。那叉叉是什么呢？叉叉是叉叉那个，来叉叉没有侦测，叉叉可以先打，应该不侦，应该上不了。还缺一个点门是不是？好，那个谁可以出去点门一下？最后再打骷髅头，近战不要靠近了、哦，会怕死，不要来靠近骷髅头。雷霆。好，这个坐骑要的你就虚。我等下挑，那个等下我会问说谁要，然后你就搂，要了你就虚，没关系。好 ，OK， 好，有拉到他吗？有拉那个猎人吗？点门的够吗？外面的，那个术士点门的够吗？够哈，好，那拉他一下，那我们等他们一下，我调一下那个拾取权。哦，那个咬他，帮忙我捡个捡肉一下。好 ，OK， 大家回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们等等那等这只骷髅头回头再拉他。好，来猎人拉，麻烦猎人开，猎人开 ，Hello，Hello， 有没有人是有弓箭？快开，快开，快开，快开！啊，拉进来一点，抽魔。第一时间冲我拉上来一点，坦克朝缝上来一点，好，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。我、哦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绿色谁啊？要的喊一，那个钥匙要给我，咱老木捡到，看到那个钥匙会拍。来，绿色要的打一，谁要那个绿色坐骑要的就打一，直接丢给你。好，那个咬他，你丢给他，那个牧师，哇，骷髅头没赢的，我们等下一次，没关系，那个蜜抗现在还有的，喝一下。好，我先分配一下，这只王等一下我会上去抬，那等一下第一时间打断，那个放屁你右手边，要习惯左手边，然后那个斩你老木就抓肉，然后盗贼我分配你们打断，那个苏曼苏尔跟伊贼。等一下打断右边哦，台上右边，记得要上去哦，一定要优先打断哦，一定要都要打圣级哦。然后天然跟奥朗左边，天然跟奥朗左边哦，打断左边。然后那个沙雕正中间，然后地利战的部分那个拔舌中间，血在流也中间，迷样也中间哦。然后 F 站你右边 ，OK， 来拉上来拉上来，会引到会引到，拉上来拉上来拉上来。一个冲锋就赢到，来抽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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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怪大家回满再打，不然有时候那个碰到那属性很差的。好，准备上喽！哎、欸，按图腾不赢到。哇，小心小心，那个坦克小心，你是接太多只了。来上下侦测，谢了，上下侦测。我看下哪只可以打，那个叉叉拉走，叉叉拉走。来，骷髅荆棘树，那个月亮跟方块可以先打，月亮先打，按兵反射，按兵反射可以先打，啊，兵反自己小心打火，好吧？那个方块打完打骷髅也可以，好，方块打掉了，好，月亮怎么？看都看不到，那药习惯看到捡到钥匙，来先打骷髅，捡来一起来，骷髅打掉，啊，那个叉是雷霆，
这是打击的那个什么，我看，对，雷霆，不要死哦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，斩老木小心你的血，斩老木小心你的血，来，谁要蓝色坐骑喊个一，谁要蓝色坐骑？看到有一个那个坦克，你有 T 3，不然这只王给你坦，那个放屁泥坦王好了，放屁泥坦王，我去抓肉。放屁！你刚刚是弹左边还是右边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还比我硬啊！好，你右边，那我再去弹右边。好 ，OK， 那王给你弹。上喽，各位上桌节吗？好上，注意打断喽。三、二、一，滴滴战第一下要破甲，帮他破甲一下，快点快点破甲，要错字复弹错字一下。好，我帮你喊了 ，OK， 来五成了。那个密抗喝一下，现在来得及哦，密抗，来帮我扬掉，不要打死那盗贼，来分身，来右手边这只是分身打掉，注意打断，注意打断啊，注意打断，注意打断，来血拿起来，血拿起来，来优先打断，优先打断，来下一次先把那分身打掉，好 ，OK。等待下一次分身哦，漂亮，打得好，要分身了。来复坦朝一下，再令王木朝得好。来中间两只，后面那只，前面那只是分身，打掉。来台上那只是本尊，中间那只把它打掉。哎、欸，是本尊哦 ，shit。来这只台上这只右手边这只分身先打掉，打断哦，注意打断。OK， 断掉了，斩掉，斩掉，斩掉，趁现在斩掉，召开一下，斩掉了，把那个养起来，不要打死他或冰脚他。来，注意打断。哎、欸，王打死了。哎、欸，又出这件披风，那披风丢给我。打断的还不错。好，来，那个帮那个人帮那个那个死掉了上个单体的。哎、欸，哇，有人引到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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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血奶一下，血奶一下，我先炒裤头。我先把这只裤头先打掉，心控了。哎、欸，麦孬乱引怪，不要急不要急。来血刷一下，血刷一下，这个没什么压力。好，来这个把它拖下来，拖下来弹两侧，弹两侧通道，坦克把它抄下来，快点，会弹飞，这弹到天花板要死人了。哇，这个有没有人会死？不知道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上坐骑，全部人靠左边哦，赢到三宝五百，赢到那个小怪五百，这个太恐怖了。那个不要太过去哦，有那110也会被你引到。现在大家魔都还没回，所以很危险。来，全部靠墙，我来抓了。上次一堆马给我冲下去，快快快快快，靠过去，靠过去。好，停停停，你们前面停，到骷髅头那边就停了，会引到哦。好，来抓那只110，后面的快点跟上，后面的快跟上。来，法师保持最远距离。法师下雪，法师下雪了。法师叉叉拉回来，叉叉叉叉谁的？下雪，法师下雪，快点下雪，法师下雪。来，坦克不弹一个群草，跟他拉点距离，群草不然会死掉。群草一个，我群草一个，来包打掉，包打掉。好 ，OK， 没什么问题。地板的装备捡一下。那个一王装你有捡吗？那个咬他，他交易，你那个装备给我就好，给我身上有格。生命没人捡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生命捡一下，在哪里？跟那个咬他讲。
生命的那个在哪边？刚门口，你去捡一下门口啊，那个有个塑像的样子。那个有价吗？那个没价不要捡，我们那个绿色跟没价不捡。来，全部人往前，不打三宝，我会后面再回来打。那不要捡，那不要捡，那不要捡，那个咬他你回来，你不要捡。我们只捡那个有价的。那个二十多就没有什么价。那个破百的才捡。哎，阿猎人呢？开一下怪。那个慢投注要麻烦你开怪哦。帮你掉一对。好，那我骷髅头、哦。那个放屁，你就谈你。我刚一开始分配那个目标，那个没有标的，或者是紫色菱形、绿色三角形，那滴滴蛋帮忙抓一下，滴滴蛋抓一只，还有怒气，然后把它弹来放这个角落。那个咬它甲虫也不要剪哦，那个绿色的甲虫不要剪，放地板就好。剪那个紫色跟蓝色的。猎人可以开了。3、2、1。好，我讲解一下，等一下这只王怎么弹。等一下我会负责去弹骷髅头，那个放屁你弹王。拉那个网，网红会给你那个月亮。要这样甩，不用甩啊，那个没什么钱啊，留着就好。那个是站格子，有时候那太多，还往地板丢。来，准备 A E 哦，法师。这边要下雪，提早下雪。哎，副坦群草一个要爆开，副坦群草一个，拉点距离群草，我刚群草过了。好，漂亮，差点被打死。好险！哎，有死亡可以捡了，差点爆开。OK， 要上喽。哦，放屁，等下坦王，那我一骷髅头。那个要习惯你叉叉啊，在你老木那个，在你老木方块。哦，王的部分哦，记得喝十顿。哎，先不要乱 A 啊，先不要乱，哎、啊，不要打多重，等我们拉住你再打。好，这边要顺皮劈起来，不要死哦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，把血拿起来，奶高级治疗链，奶那个最高级的，小心月亮，月亮 OT 拉回来，靠墙壁，拉回来靠墙壁，漂亮。没事，再一波，来大家回一下。好，分配打断的部分哦，那个奥狼跟沙雕，你们等一下帮忙晕叉叉。哦，按、啊、那个慢速的你晕方块，然后天然你晕月亮，然后那个放屁你应该有震荡猛击，你可以直接晕王，把它拉开一点点之后直接晕它。5、4、3，我们上去马上拆怪。全力击我掉骷髅头，啊！每只小怪都把它晕起来。那个一贼，你帮忙晕骷髅头。好，那个猎人可以上猎人的那个小宠物呢，我陪他去了。好，赢到了，漂亮，最后一波。然后等一下那个法师跟牧师你要套自己盾，法师你自己最好也套个那个法力盾，可能被敲到一下没魔，但可以保命。哎，拉来新这里，拉来新这个角落卡好，要卡稳哦，这个卡稳才有效，不然会被弹飞。
哎、欸，拉回来，那只 OT 了，小心，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停火，停火，远程停火一下，先拉好。好 ，OK， 没事。好，全部人上坐骑靠右边哦，不要引到左边。好，我讲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打王怎么嘲讽。等一下那个放屁，你就是第一嘲。我们在嘲王的时候，裤头打完就是我，我会马上去帮你嘲他那个王。我是第二。好，那再来就是那个那叫谁？要习惯你是第三棒，然后在脑梦就那个第四棒。我们轮嘲啊，记得喝十顿拿顿了、啊。那法师自己跑远一点，猎人也是，术师也是，然后牧师套自己盾。好，确定一下大家都好，记得喝十顿哦，比较不会死。好，那个提早可以喝啦，两分钟，来十顿先灌一灌，好，可以上了。等一下哦，注意打断，我先标记一下，忘记标一下。好，来盗贼上，盗贼帮忙拆怪一下，来拆怪一下，全部人上哦，来来来，看好目标，一上去就晕了，好不好？来上来上来晕裤头，全力集我掉裤头，快点快点快点裤头，帮忙炒一下，那个面也可以群炒一下，群炒一下，这小怪不会痛。来裤头先打掉，不要让他转，哇哇哇，这王在转，一票人要死掉，裤头快点击杀掉，裤头击杀掉，好去炒月亮，来补好炒月亮的坦克，来下一棒你来群炒，交缴出去，惩戒缴出去，补好坦克，补好坦克。来帮忙晕，帮忙晕，这个王帮忙晕一下，还没晕招，帮忙晕一下，来转了，稍微离开一下，来叉叉快点 rush 掉，叉叉 rush 掉，来我来放屁，哇我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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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血拿起来，谢谢谢谢谢，来放屁你第二棒，晕帮忙晕一下，盗贼帮忙晕一下，来下一棒先晕起来，下一棒我你我先，下一棒再换你。放屁！好，我先。好，放屁换你。好，下一个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坦克。好，要习惯。下一个宰你老木。好，下一个换我。好，下一个换那个放屁。好，现在晕起来了。下一棒放屁你先。放屁哇！跑掉。好，我先。放屁，下一个换你。来，第三棒接一下，准备下一个第三棒。好，下个第四棒，斩老木，血拿起来。好，我查到，来，我把它查回来，来准备斩，召开一下，斩掉，斩掉，斩掉，这波把它斩掉，不要再死人了。漂亮 ，OK， 死几个？一二三四，哦，还好，我一开始就死四个。来，那个咬他，你捡一下，把装丢到先咬他装备先放你身上哦。我刚发现我这个格子没清，来把人拉一下，我剩三格而已。好，先等等哦，先救人。来，大家其他人回一下。你有二十格，好，不然人家丢在你老木身上，咬他，你丢一下。啊，是吗？詹尼老木要帮忙捡东西，不行啊，他也是坦克啊，不能让你滑、啊，是故意让你捡东西的。好，来，大家下马，我们用走的过去。那七队的牧师，谁可以帮他给个启动？还有八队的牧师。走了。四、三、二。我刚忘记问啊，有没有人开场开 WCL 了？刚忘记问，有人开吗？有开打个三。OK， 谢了，太棒了。最近都会忘记了。好，来这边停一下啊、哦，那个法师你不要 A 太大力 ，A 一下停一下 ，A 一下停，来法师这边 A 一次。
那个术士自焚，自己小心，一定会死。好，我们接着走，地板有东西可以捡。小虫，来接着跑。好，来继续接着跑，继续接着跑。后面的跟上，后面的跟上。好，我们停一下，这边停一下，这边小 A 一次，来法师小小的 A 一下。来，继续接着跑，差不多就接着跑了。带到叉叉那边，带到叉叉那边走走走，后面的跟上。来，那个六队的牧师小心哦。你可能补坦克，存在你身上。好，来这边 A 一次，小心六队那个法师，小心，哇，死掉。来，现在救他一下，那个 Bomi 你战俘他一下。来这边 A， 慢慢 A， 不要无脑 A 啦，慢慢 A 一下，停一下。好 ，OK， 来接着走。OK， 来这边停一下，后面的小怪拖点长，后面的补一下，后面的那个不知道谁，一个小弟被困住了，好，就是小心哦。OK， 来接着跑，接着跑。来星这边，不要超过，不要超过，再超过引到网了。来都上去。好，来我确定一下哦，你缺 buff 你打叉。那斩灵老木你有20格装，那我装备放你身上。还有一个，这只王等一下我会先坦，那个放屁你等一下有小怪你吵一下，群吵我会帮你马上把王吵回去。小怪我说 A 的时候，哦你吵我就帮你吵。哦，那再来那个底下小怪出那个大虫一定要晕，其他全部人转火打大虫，然后那个要习惯你坦第二只大虫，咱俩能不能坦第一只，好不好？那只 红色那只，好，我要上喽。我不急怒气，我喝个强怒接。先坦第一次，来看一下我新的血。来，大家往前，后面的往前哦。因为等一下 A 小怪法师一样啊。等一下在还没群草之前，你不要 A 一，不然会死掉。好，开十院了，来，那滴滴用力打，滴滴用力打。OT 我会帮你查回来。来，小怪出了。来，后面的小怪先清一波。来，坦克准备查。然后那个放屁帮我轮查，放屁帮我查网，放屁你先帮我查网了。放屁帮我换坦。你看吗？查一下，好，换坦。来，小怪清一下。OK， 来准备斩杀。斩杀斩杀，我嘲讽了。哇，又出咸鱼剑。哇，这尊咸鱼剑卖爆啊。好红啊。哇，可以啊。你去看那个金团账本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贼比较穷吧。OK。
来，准备喽，全部小 D 都解读。全部小队负责解毒哦，不要补。萨满要注意清毒，不然要死人了。OK， 来下一只。来，注意解毒哦，第一次他就喷了。OK， 解毒解毒解毒，解快一点，解快一点。那个法师给七队那个牧师一个智力，法师，那个云中给他一个智力。好 ，OK OK， 来你们回魔一下下。哦，等一下那个我跟那个放屁，你跟我一起踩那个赤峰。等一下打后面的时候，你再跟我一起弹翅膀，把它弹到我的角落。我们大家都弹同个位置，小心那宅脑雾血，把它拿起来，解一下它的毒。哦，往后带，先打裤头。好，来猎人满满去拉，大家回满。哦，那个放屁你就跟我去弹那个赤峰。那个药习惯跟宅男老木就弹白色那只，还有抓小怪。对啊，当然是白色的先打，他会毒啊。白色打完再打赤峰。那小怪法师，等一下你就直接上前爆就好了。好，来，那个叉叉弹走，那个白色的先扁。来，坦克上，直接接走赤峰。好，我抓到，看我，来被弹飞，帮我抓过来，帮我抓过来，叉叉这边抓过来，墙壁这边靠，星星这里，星星这里就可以了。我们两个嘲讽，哇哇哇，坦克嘲一下，把它嘲出来，抓出来，抓出来，抓出来。来，捕食离开，那个上满离开。好，我们就抓在这里。对对对，我们统一都抓这个墙壁。好，那个猎人可以接着拉了。出夜晚了，出好料了，可以捡了。这个有价，这个杂物最少300了。好，猎人上。五，小宠物。那个你假如发现另外一坨没有那个赤峰，你就一次赢两坨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去接了。来，注意解毒哦，注意解毒。来把赤峰抓走，抓到墙壁，抓到墙边就好。哎，小心赤峰进人群了，小心赤峰进人群了。好不好，我往后拉。来，小心我把往后拉。来，弹后面，弹后面，不要紧张。OK OK， 稳的。好，再下一波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哇，每一团都有赤峰，搞什么？每一团都有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在里面打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换这一侧解毒哦，注意解毒，小弟负责解毒，不解毒是很恐怖的。来，猎人接着拉，猎人可以上来。那个
个术士趁现在这边多吸一点石头。这个两坨你一起引，外面那个两坨。假如可以的话，好，来，全部人出来一点，全部人出来一点，全部人出来新这边，我们打门口这边，等下应该可以是清两坨，那个两坨等下坦克副坦就直接群巢一个。那个不会痛，我们只要把那白色打掉，跟刺风拉走，就直接把它 A 起来就可以了。来，全部人往前，全部人往前，全部人往前，快点快快！这个角落，你也拉着角落，一次等下会赢两波。啊，他等下上来，我们刚才一次打两团，那个法师你等下不用客气，直接爆就对了。好，来，坦克把他朝过来，朝到墙边，朝到我们的峭壁那边，来注意解毒哦。朝墙边，墙边，墙边。OK， 法师你就傲爆，不要再唱火球了，那唱火球没有用。接着下一坨，哇，现在都还没来。来，那个坐骑谁要？绿色的，来丢给他，丢给那日本。OK， 来了，哦，还有两坨耶，没关系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问题的。来，注意解毒哦。来，法师爆，法师爆起来，法师爆起来。哎，他是直接死掉吗？那个杰哥。好，下一团有那个赤峰，准备拉走。来，赤峰我朝到，来墙边这里。来，注意解毒，法师爆起来。好，来绿色坐骑捡一下，我们等下在那边打王，那个有自抗的你穿一下，你怕死有自抗的最好穿一下。那个你现在可以先喝一罐小自抗，然后那个猎人等下都放自抗光环，然后萨满也是一堆萨满，你不用放自抗光环，那个慢头猪你放自抗光环。好，来，等一下这只王给那个放屁泥坦。来，有没有术士？你有小鬼？术士有没有小鬼？有小鬼跟我讲一下。好，可乐，你给个小鬼好不好？给那个放屁一个小鬼。我把自己掉到后面好了。掉，我跟猎人换，我跟咬他，不行，这个你要自抗。那一对萨满你放自抗光环 ，sorry， 一对萨满你放自抗，我们萨满你要放自抗，好 ，OK， 来 ，OK， 来站好位置，来近战来前面站，近战来大饼在星星后面，近战来星星后面，哦，记得30%要喝，然后凝神的部分那个色那个慢头柱你第一发，哦色的你第二发，悲伤第三，咬他你有就色好不好？或补色，一定要凝神哦。很痛，来，其他人大家不要动，自抗稍微穿一下，怕死的。那个，等一下麻烦补师大补唱好。那个五六七八队的都牧师都在远程哦，你要补帮忙补前面的，哦，补好沙包就比较不会倒了。来这边等，这边等，不要动作，不要动作。来猎人上。那个波米跟贝比，你等下帮那个星星驱毒，哦，解杀碎波米跟贝比，第一时间驱哦，还有幸福，你们三个小弟第一时间驱星星，来后面远程要散开哦，
记得等一下那个大致康要喝30%的时候爆发，提早开爆发32%你就开了，破釜啊什么通通开一开。哎，小心，等一下，等坦克接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等坦克接，坦克还没接到，上满小心，坦克把它接回去，解碎解碎，不要不要动作，哇，那上满补太快，先不要唱大补，哎，放屁接到，拉回来，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，要死一片才能，哎，稳住稳住，近战的沙包来前面，来血奶起来，哎，开始仇人打，现在仇人稳了。那小弟有战斧把人拉起来，一边解碎一边把人拉起来，把近战先拉起来。好，注意哦，大家稳住。好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起来。有大红喝一下，或有糖果吃一下，沙包当好。注意哦，等一下喝自抗哦。哎，注意凝神，注意凝神。好，来，注意喽，准备开招，提早开招。来，你有破釜的，有什么开？解碎一下。来，大致抗喝了，大致抗喝，喝大致抗。来，用力斩，用力斩，但是用力斩，快点，用力补，用力补，用力补，补是补起来，补起来，补起来，用力打，快点，要倒坦了，继续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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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狙捕，狙捕，不要停，狙捕，死太多了，一开始，狙捕，补放屁的血，那个萨满可能唱太大口，那个一开始就 OT 了，哦，你开场招被招架，哦，1500，啊，那没办法，他招架了，招架就没办法，好，东西捡一下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个人。好 ，OK， 好险近战，再死多点近战，大概这场爆开，那个沙包有跟没有一样。好 ，OK， 帮 ，OK， 那等一下往我坦。这个不是王啊，那个木乃伊，这个狗我坦近战跟我重叠，等下雷霆我们不退哦，雷霆。来近战，来大明这边，远程到那个咬他，星星。远程咬他，你跟我离开一点距离。啊 ，WC 好。哎，WC， 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先 rebuff， 我们再打。好，来，那个 buff 重上一下，都给大的 buff 重上，金跟奈，那个二队耐力来个新的，等你回满。那个金奈爪智法师的智力给一下，看哪一队没有，帮忙上一下。那个没有分配到的法师，帮忙上一下。都给大的，不要给小的。给小时就不会一直补。好，确定一下 buff 是不是都有。来，近战都来大饼，快点！现在都来大饼，近战。我讲一下，等一下，假如是瘟疫，那个波米幸福哦，你们两个负责补中瘟疫的，你们两个。啊，其他补是顾好前面就可以了。啊，远程你这帮团血有危险，那个五六七八队的牧师倡导也。我一定要等那厕所回来啊，不然等一下瘟疫，等一下把我们整团毒死。那个等一下小怪我们先不打，那个牧师就群恐就对了，小怪我们都不打，打这个怪的时候。好，我请他们上咯，来，那个猎人可以上了，是不是大家都在厕所回来了吧，不然等一下瘟疫怎么办。
厕所的回来吗？快点快点，打个勾一下，让我知道你在。泡奶的，泡奶在哪里？他不要进团队就好。那个你想上厕所很急的，可以啊，你人跑到最后面，去最后面，或者是你离线。你真的很急，你就去，没关系。来，这应该是雷霆。来，雷霆不用退，那个血比较少的，你等下退就好了。还不好的血，不好阳光的血，那个近战你不行就退。雷霆瘟疫，瘟疫在老木离开。那两个小弟不好中瘟疫的，萨满治疗链狂刷。刷高级的，这个压力很大。好，现在仇人很稳，用力打，近战用力打，用力打王。那个中瘟疫的离开，放屁离开。那个贝比也帮忙补中瘟疫的，压力太大。那个小怪不要弹住，那很痛。来，准备要十趴了，爆炸离开，爆炸都离开。来补中瘟疫的，来补中瘟疫。继续补，继续补，不要让他们死掉了。那个中瘟疫的不要弹怪啊，那怪很痛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继续补，继续补。要上厕所去最后面那边上，要去上厕所去做，不然等下陨石。我们打 B 是不是坏掉了？看一下，你们是有那个 TAQ 的那个 WA po 一下那个连结，我载一下。我发现我这支坦克没有，难怪不会提醒。我不会提醒，这还好，没什么压力。来，那近战来大饼这里，近战来大饼这里。稍微往前一点点，远程的稍微往前一点点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我载一下。我很奇怪，怎么一直都没回报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要看那个中瘟疫。啊，怎么载要停掉？远程的靠近一点点啊！远程的靠近一点，远程的靠近一点。来，瘟疫山贼夫人，哇，小心！已经那个小怪可能已经跑来，暗影剑全部靠近，暗影瘟疫，暗影加瘟疫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这个山贼，他人在哪里啊？哇，一次两只，救命！救命！哇，他怎么一次两只？来，陨石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先扁掉一只。全部靠近，全部靠近。他怎么在前面？哇，兔头要掉 buff 了，惨了！那个要炉的炉了，要炉的炉，怎么可能？山贼是术士哎、欸，他是什么东西赢到？是狗头，喷光，真的喷光。哎、欸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哎、欸，按、啊、那盗贼怎么在那个地方？阿公派来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要跑魂，等一下，不要跑魂，等一下用旧的。这要跑完太久了，等那个小怪回来。哎、欸，厉害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小怪还没回去哦，不要起来。哦，我也是，我 buff 还想说可以打到双子。
等一下，那小怪都没回来。还都跑魂好了，来都跑魂，都跑魂，这样比较快，不然等一下久。那怎么会引到两只？那个猎人刚开怪是还有别人的吗？还没，还是不是有眼球还是什么？跟你一起开到那个网，那就是你拉的咯。天南路啊，天南路还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先打完再说。拉怪就是有这种风险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遇过好几次了。对啊 ，OK 啊，可以理解啊，拉怪就是这样。那个小怪回去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個、小怪回去了，不然等一下听，先不要进去。来，那个上板先跳跳看，宇智波，你跳跳看有没有脱战？先不要进本，先不要进，先不要进。你先一个上板跳跳看，不然要跑天堂路。好，上板你跳，那个宇智波你跳。哎、欸，有人跳了吗？里面有没有人跳了？谁可以跳？哪个上板可以跳？你跳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出本重置哦。好，你可以你可以站，数字站没有用啊，要补士可以站了、啊。好，我重置哦，来我重置，都出了吗？重置不了啊，没有效。来进本吧，没关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都进门，都进门！我们在门口集合。来，都进门，都进门！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我们去天堂路前面，去天堂路前面集合。看谁要拉，我们再拉一拉。快点，快点！赶时间。没办法传送啊，双子还没推过，用跑的。那你进本，你进本都要去上厕所。小心，小心！那三宝的怪在下面哦，小心不要引到。哎、欸，按那谁的宠物，小心！那个三宝的宠物不要引，不要引到，不打三宝，最后再回来打，最后再回来打。现在不打，不要引到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打完前面的嘛，有些人还有 buff 啊。来，那个要拉的喊佳佳，然后现在这边 rebuff 一下。那个补士，你看哪一队全到，二队全到，可以帮忙 re 一下。来，那术士要拉，从一队开始，一从前面开始拉，拉到我们就开始 rebuff。来 buff free 一下 ，buff free 一下，来要拉喊佳佳，快点！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帮忙点门，帮忙点门，先拉术士。好，还有谁要拉？是不是都在？要拉喊佳佳，快点，我们要过天堂路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后面的人家等一下，我们天堂路先过，等一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这边 A 掉应该不会再出，我们王已经打掉。我们再 A 过去 ，A 过去。好，前面的停一下，来这边先 A 一次。好，所以下一波。来，接着 A。慢慢 A， 慢慢 A， 来来，这边这边停一下，后面的停一下，前后都停一下，来这边拉一下，好，再跑再跑，后面的再跟上就好了，我们前面都清完了。好，拖到底，拖到底，继续拖。好，这边 A 一次，这边 A 一次，停一下，这边 A 一次，太长了。为什么还有一只在后面？剩一只在那跑。等一下拉你，等一下拉你。我们到定位中，上马，上坐骑。上坐骑，我们到那个通道那边集合之后，我们拉一波。哎呦，捡到钥匙哦 ！OK， 来交易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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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停一下，这边停一下，我们再 rebuff， 把人拉到拉起，然后我确定大家都在。来，要拉喊佳佳，快点！那个卡 buff 都上，然后等一下近战在我大饼这边，远程的跟我拉点距离啊，不然又要灭，不要再灭啦！好，这是我等下给圣方坦你接哦，这小怪圣方坦接一下。来 buff 上一下金跟奈，
那个二队一二队的好像都没有金跟奈，那个人都到，人都到，帮忙上一下。那小弟给牧师启动，他要上 buff， 给他启动。爪子上一下、哦，爪子上一下，都上一下，全团都重上。我们刚灭过了，然后伤害药剂再喝一下。好，我确定一下，是不是大家都在？来近战来大饼了，不要乱站，好不好？站靠近一点。好，烈焰，再麻烦你去拉一下那曼陀珠。三、二、一。好像没拉到，太紧，来，全部往前，全部往前，全部往前，是剩后面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来往前一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大饼这里。看，稳住，稳的再拉。我不能拉那只有标记的，拉裤头或叉叉就好。好好好 ，OK。那个远程跟我有点，跟我们一点距离，远程的。那咬他，你退后一点。好，按键，全部人靠近，按键，靠近靠近，那个牧师不要发呆了。按键陨石最简单的，火奥反射打冰，把那个小怪恐走啊，小怪不要打。但是帮忙恐一下，但是 OK， 来准备进入10%，注意哦。来爆炸，离开，都离开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都离开，快点离开，离开脚下。哇，那个牧师。怎么回事？啊！再回一下血，再回一下那个血跟魔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等我们那个牧师70%，你再去。可以上。来，近战再往前一点点，我们没打死一只就往前一点，可以先拉右边那只或左边那只，还有三只，阿叉那只先拉右边，右边那只，这个还是按键，等一下，来按键。靠近，靠近，按键。后面的靠近。好，小心哦！帮那个猎人套个盾，帮曼陀珠套个盾。
暗影剑加瘟疫，小弟补好中瘟疫的。来，那个术士中瘟疫离开，火奥反射打冰哦。詹妮老木离开离开，真男人，不要太远哦，会被打暗箭打到。好，哎，这边会读到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边可以，日回这边可以。来，准备进入10%。杰哥离开，杰哥，那个幸福帮忙补一下中瘟疫的。来，10%爆炸离开，都离开，都离开，中瘟疫的快离远一点。好，来继续补那中瘟疫的，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，中瘟疫的才补得到。来刷一下中瘟疫的，继续刷。补一下那杰哥，把他血拿起来。好，往前，大家往前一点点，近再来大饼这里。好，等大家魔回满，我们再开下一只。还有两只。猎人可以开了，上。我们再往前一点，来，这个距离还是可以，可以再往前一点。好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就这里了。他会走过来。那个猎人，小心，等下中瘟疫点到你哦，那宠物要带开哦，不然毒死整团。注意哦，宠物要收，你不收要控。哎，这个好像是雷霆，等一下。哦，按键，靠近，靠近，靠近，按键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快快贴上，后面的贴上，贴上，按键，哇哇哇。来接坦克接一下，放屁不好他的血。来，最简单的陨石。哎，到底要不要动啊？在发呆。靠近，靠近，都靠近。按键加陨石。那个猎人靠近，不然你被砸到会死哦，分摊不到。跑去接电话要讲啊，不然离开团队，不然等下终于点到你就毒死人，来爆炸离开。来进站，来大饼这里，最后一只了，打完要打双子了。我们现在进度落后啊！来放屁给你标记啊，看都是你接。没错，我问来，稳的稳的。我们最少最快应该在3:30以前就结束了，拍完。希望可以啊，应该是会到4:00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大家回一下。好，来可以上了，练那个双子，等一下火法，注意那个坦双子坦克，你要跟他仇恨相差70%。哦，70%以上你就不要再打了，转寒冰剑，谁顶你跟我讲500斤了、啊。来，全部靠近按键，最简单的，快快快快快快靠近，快靠近按键，按键加瘟疫吧，不确定，因为还没看到陨石。来，瘟疫离开，一贼离开，补好他的血哦，小弟。来放屁离开！哇，放屁离，放屁！哎，我接到是，哎，我拿盾还可以接到，厉害了！哎，那个沙雕离开，沙雕，快点离开，中意的快点！奥狼离开，不要太远了、哦。和牛，来10%，注意！来狂怒。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宇智波离开，宇智波，来补中瘟疫的。等一下，蓝色坐骑谁要打个一？谁要蓝色坐骑？没有放原地哦，不捡了。好，继续补中瘟疫的，不要跑，继续补，继续补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会死人，会死人。继续补，继续补。好好好，我先分一下队伍啊。
等一下，那个我看一下术士弹可乐，你是弹左边哈？啊，右边给那个八队的术士，你弹右边。那等一下五队看一队，五队的捕食，我会帮你调到五队哦，注意看一下。那个山贼，你有小鬼吗？问一下。你有小鬼，好，那个可乐，你有小鬼吗？需不需要小鬼？帮你放一只。然后二队那个二队的舒斯坦，你有没有小鬼？杰哥，你有没有？可乐，你是带小鬼还是带狗的？哦，可乐你 ，OK， 好，没有，不知道你有没有。你小鬼 是好，那你开给右边的。那个等一下，慢头猪，你帮忙右边的拉网，好不好？慢头猪又要麻烦你了。好，那个咬他，你家拉右边的大虫，背上拉左边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副坛是阳光跟那个斩尼老木，那个斩尼老木穿最硬的，我们只要坦住小怪就好。那等一下右边右手边是药习惯跟那个梭罗。你们坦右边，然后左边放屁跟可乐，那你们那个药剂都喝上。那等一下捕食的部分，看一下有没有队伍、哦。那个六队的捕食，有看四个，还缺一个，上满丢过来。哦，我们这边会有多一个萨满贝比，贝比你帮忙补一下我们副坦贝比。那个等一下宇智波 H 木波米风吹日本呢，都补左边的坦克，补那个放屁跟可乐。那右边那个夺命，然后那个慢冷，还有恩木含着说爱，还有幸福哦，你们补那个药习惯跟那个二对数。OK， 那那个小鬼都定位在火把底下，那注意等一下全部法师猎人术士哦，滴滴数帮忙打大虫哦。啊，近战就是经过的时候换位帮忙打，你们那个换位四秒就要离开啊，顺劈斩什么都不要打哦，顺劈旋风斩。然后法师 A 技能封剑都拔掉，盗贼刚刚看了一个盗贼拿封剑，那封剑拿掉。然后等一下那个战斧术士坦都绑自己石头，术士坦那个滴滴术，等一下你可以绑坦克，哦，找个坦克绑，看那个放屁比较不稳，还是那个药习惯？哦，那那个药习惯你们我看一下谁，你们血够不够？可能要喝泰坦。那个术士坦我感觉你们血不够，你们血还撑得起来吗？有办法撑到八千？不是撑到七千多就可以了。六千好像太少，对啊，我会标，我会标。来，我先给放屁，放屁星星，放屁，你的血够不够？等下全程要喝十顿哦，注意哦。左边是星星跟大饼，哦啊，右边的话是那个紫色菱形配绿色三角形。来，六千五哦，七千比较稳。来，那个不稳的都来给我拿泰坦，我们一次就过。哦，不然要跟阿公团一样卡在双子开黄金 CD 了。哦，不想开黄金 CD。来喝一下吧，那坦克来拿一下，跟我拿，跟我拿那个泰坦。我们喝一罐泰坦就会过了。术士坦压力最大，我觉得。哎，那个可乐你要喝，我觉得你要喝，你六千血绝对不够。你喝一罐，怕等下补不起来啊！补士等下补不起来，那个躲暴风雪你就要倒了。啊，那个右边的你要吗？真的吗？真的不用吗？啊，我看我想一下。好，你吃个小鬼应该够。好，那个火抗喝一下，那你还我。那个坦克吃一下，那个药习惯要吃，那血。那习惯你的血够吗？还有没有什么药剂？那个食物是有那个肉给他吃一个。哦，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这样过。那人家十顿喝一下，好，确定一下。那都不喝。加油啦，不是加油，我们要省泰坦就成这样。我有好，那你注意哦。日一句药水可以喝一喝了。OK， 小鬼都定位好了哈。小鬼右边的小鬼定位一下，右边的。那个杰哥的小鬼定位在火把底下，
是不是台要喝火炕啊？不然你等一下躲那爆炸虫，滴滴也喝一下，不是都要喝？火炕很便宜。好，来站位哦，来站位，坦克站位，来坦克站位，左边的数字坦看好，补师，左右两侧补师跟上，五队补一队，六队补二队，然后那个贝比补副坦，好，来左边的注意喽，来按看上下，大家按看二十分钟的上下数字坦，只有二十分钟的牧师。上一下坦克暗抗跟数字坦，哦，放屁的血绝对够，你吃小鬼绝对够。那你等一下不要离太远哦。好，等一下带位的时候不要紧张，带位的时候都不要打。来，左边的跟上，左边的捕食跟上大饼。来，左边的先开，右边的猎人再开。来，左边的先上。来，左边要开，右边的准备拉，右边猎人准备拉，战士十盾喝一下。好，来带位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。那个坦克跟数字坦要注意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哦。来带到火把底下，弹到火把底下。来大虫先打，大虫滴滴大虫先打。来坦克准备接网，靠近一点。好，不要 AE 哦，不要 AE。然后猎人的宠物要控一下。好，来准备传送离开，来传送了。先打大虫，先打大虫。来传送帮忙套盾，来带位带位，好，很好 ，OK， 第一次 OK。来大虫，左边大虫出了，猎人法师帮忙打一下，远程帮忙打一下大虫，中间我把他拉到中间，帮忙打一下。四、三、二，来准备传送离开，准备传送都离开，快点。那个三秒你们要自己看 ，DBN。就要离开的，还没有，等一下确定正确传送再贴上。来补好星星，星星不要跑，星星不要跑，就站在那边比较好补，站在他们中间，那个人跑没有用。好，来右边大虫出了，坦克抓一下，副坦呢？副坦他在打猎人呢。OK， 好，拿个盾，拿个盾，拿个盾，来准备传送离开，帮忙打大虫。二一，十盾要喝哦，再继续补。帮忙套盾，左边的帮忙速坦套盾，那太痛了，哇，那是法师，法师不要 OT 啊。抓，看有没有办法抓到那个顶你的，注意抓，抓到就五百。来，左边大虫出了，来准备传送离开，打大虫。三、二、一，准备传送哦，帮忙打大虫一下。好 ，OK。来，还没传送，等一下，先不要靠近。来传送了，来左边又出一只大虫，来暴风雪躲一下。靠这一盾，狙捕狙捕坦，宇智波小心你的血，哇！宇智波死掉，宇智波你可以起来就起来。有人 AE 到那个甲虫了，来坦克群嘲一个，全部人先来打小虫，快点！法师全部转火打小虫，准备传送，帮忙打小虫，楼梯这个帮忙 AE 掉，不知道谁赢的。来准备传送，小心出不是狙顾好坦克，好 OK， 不要战负哦，会有 bug。来继续打大虫，还没传送，等一下，来传送了。OK， 不要 A 到小虫啊，一群欸。那个仇恨不稳，先打寒冰剑，打个三发寒冰剑，你再去打那个火球，好不好？来，又有人引到那个小虫，帮忙打一下。好，有一些捕食站台阶底下，准备传送。来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准备传送，坦克站好哦，距离抓好，距离抓好，不然会吃不到仇恨。不管怎么样，距离要抓好。来，还没传送，等一下，还没传送，等一下。好，传送了，带位，左右边的带位一下，差一点那个 OT。哇，70%。
戴维，稳住，稳住。好，戴维，小心哦。来，那宇智波先放回魔图腾，然后那个韩子，你放回魔图腾，你们那边呢？来，准备传送离开，右边的爆炸虫打一下，不是爆炸虫，大虫打一下，准备传送，都离开，快点。好，来传送了，大蓝卡西第二一下狙捕，帮坦克套个盾，十盾喝一下，十盾，我看到坦克没喝，十盾喝一下，再喝一罐。啊，喝光了、哦！啊，不是不是你啊，那个坦双子的要喝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准备传送离开。来传送了，左边大虫帮我打一下，漂亮，我求活得好。来，左边仇恨很快啊，看仇恨打，苏斯坦的仇恨很快，右边的仇恨也很快，右边大虫抓一下。三、二、一，来那个日本插回魔图腾，六队那个慢子换你插，来准备传送离开，右边的大虫抓一下，打普斯。来布奥坦克帮了苏坦套个盾，压力有点大。来左边的大虫出了，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阿古斯可以补到 OT， 厉害了！来传送还有六秒，三秒再跑，四三来跑，近战跑了，打一下大虫左边的，再打普斯了，敌人帮我抓一下，好来，来换边，换边，换边。十盾喝一下，加油，25%了，我们离黄金 CD 越来越远了。来，那个大虫出了，远程帮忙打一下，台阶上面两只，压力有点大。哦，补士快没魔了，我的贝比没魔了，惨了。那个坦克没补，换一下，来准备传送，帮忙打一下。那个有多的启动给贝比，贝比补副坦。哎，韩泽小心你的血，韩泽小心你的血。啊，哎，有回魔图腾丢一丢了。大蓝喝一下。哎，大虫出了，来那个看仇恨斩，慢慢斩，这波传送完，再下一波就把王斩掉。来帮忙打大虫，来准备换，准备换，换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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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换边，换边，帮忙打大虫，打完大虫，下一波把它斩掉。8%可以，下一轮就斩掉。来看仇，捏着仇恨打，捏着仇恨打，先等接，先等坦接到。好 ，OK， 这波就把它碾掉，不要客气，碾掉，右边的斩掉，左边的火球打用力一点，左边的全力打，左边的全力打。右边的全力斩，啊！恭喜各位，没有黄金 CD 了。哎，出结账，厉害了！哇，还出哇，法师发财了，不是发财，法师要破财了。哇，这个很红哎，这个结账配那个项链，来，我们先拍装哦。那个帮苏斯坦，反正我们都没办法，我们拍装，拍到底，好不好？那个不要下线了。啊，你想，你还卡药水的，在 DC 的，我有开那个直播，你可以看。好，我要拍了。那个老木在哪里？等一下我拍装，你就把装备丢给我，有人买的。那个咬他，咬他，你剪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术士都死差不多了。好不好？杰哥，杰哥跟那个，我看一下谁，
山贼，你有石头？那有石头可以拉吗？山贼，你俩死过，跟我们一起死过去，然后拉人。好，我要拍装了，各位。双子，你来拍，好，你把药水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要从一王开始拍喽。OK， 没关系，那个等下再说。这把斧头没要，这把，这我来拍，我负责拍就给你，再给我东西就好。哎，强烈手那边怎么50起，200起？等一下，那你可以下保利基药水，可以下。好，我们15秒。小冲要退组才吸得到，退组要有人把你组回来才吸得到。那个谁可以帮他吸小虫？咬他，你煮他。那个术士，你退主吸，吸完你命内咬他。啊，那个很闲的，帮他帮完他那个术士打小怪一下。这个不跟你玩了，2000匹啊！有人还要，这是 BIS 啊，这战士的，那个冰龙那件都比只有比这件好一点点，先买这件先用了。你出2000我就给你，快点，2500。好，你要，好，你要买你就买吧。好，我批，那你省200。OK 啊，我可以让，因为我9只坦，我慢慢买。OK， 下一个，那个披风在哪里？好啊，那你钱给我，那你装备跟那个人拿，你跟那宰你老木。没错，9只坦。这个锤子有没有要？这只比米锤烂一点。有鬼才会信。然后这件流标。好，下一个拍这个爬藤头盔。这个应该有人要吧？小弟的，看一下小弟。注意看一下这头盔。你可以拆啊、哦，好啊，流标拆掉。这爬藤有没有人要？Hello， 我们要猜咯，慢点再猜，等我拍地就是跳过之后你再猜。好，下一个是厚重奇拉腰带，有没有要？这个也是小D的，坦D的，坦D有没有要这个奇拉腰带？有坦D梦的买一下。好，没人要，有人要，有人要坦D梦，好，帮你倒数。好，倒数，这件有人要，那200给我。好，下一个要拍奇拉咯，奇拉剑，咸鱼剑来了，咸鱼剑。我要来捡漏了，咸鱼剑。好，那个厚重奇拉交易一下。OK， 翻车了。哦，老木药又不狠了。4200哦，那还有要吗？
那我买东西跟那个斩你老木嘛，拿斩你老木。这把我是真的很想要，我就差这把。我想一下，好，让我再看一下下。好，我买。啊，六千，我也就六千了，我批。你跟那个宅老木，那老木你先引进给我，六千我跟他交易，六千五，你要，你还等我？攒不了啊，咱老木也很有钱的。不小心撞上去只能买是啊，八千，那你要喊八千啊。哦，合理啊，这个比那个这比多彩那个强多了。好，交易交易。好，现在拍无形间哦，我也好想要这把。无形间有没有要战士的？有没有要？好，下一个拍那个那叫什么公主的妆咯，这个护腕有没有人要？铠甲战士的，这滴滴的护腕呢，力量看敏捷的。好，这件哎，这两个都是很懂的，是滴滴的。我曾经还看过这个护腕卖过200的，一堆人以为就是垃圾。然后那200是我买的。你是不是听到200？好，交易交易。我要拍奇辣命令晚轮喽。哎，日回跟我交易，装备在我身上。奇辣命令晚轮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这个还有没有人缺鞋子的？缺鞋子肩膀？不，哎，对，鞋子跟肩膀，没错。战士盗贼的猎人可以买一下。牧师应该没人买，从来没看过牧师买过。好 ，OK。来曼苏的交易，下一个拍同一晚轮哦。这个是萨法树德。Hello， 起床了，萨满法师，萨满买一下拉面，萨要买。这个装我觉得萨满买最好。好，倒数。OK， 好，交易。啊，回程交易，居在信箱。哎，那怎么办？先帮你记着。装备找那斩你老木哦，
好，我们装备拍差不多了，等那个猎人，那猎人跳了吗？那个双子的，好，快到了，双子的我们等一下拍，等等那猎人。因为刚刚有人跟我说他要买双子的装，他就下线了。不然我先拍套装，双子的那个项链跟结账，我最后再拍。我们先拍那个头。好，有没有要买这个套装头 ？T2.5 头，战木法术我要拍咯，这个比较没争议，这个我先拍。那个双子跟结账的那个项链，我等一下一起拍。那个术士你退啊，那个滴滴帮他打一下，看他打哪一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头 T2.5 头很香啊。剩15秒再加回来就好了。好，先下 我先拍套装。好，就把我 P 倒数。那个滴滴帮他打一下那个小怪，他吸石头，他拉大家。你拍，你到了是不是？再拍最后一件，我再拍最后一件。来，最后一件，这个是猎贼萨德的，有没有要？猎贼萨德套装，好，萨满的 ，OK， 来日回交易装备在斩砍你老木那边，斩你老木啊，不是砍你老木，斩你老木，来等等倒数，等倒数，等倒数 ，OK， 200非你莫属，好，跟那斩你老木，好 ，OK， 最后的那个两件最好的，最后再拍，好，那个要卡药水的现在下线，等那术士。等那术士吸到 ，OK， 来，我把他加回来。又又又又又，这个婉伦是谁的、哦？看一下、哦，他好像还没付钱。那个曼苏尔的，可以给他曼苏尔那个盗贼的曼苏尔。对，我有记录啊，我有记录。来，要卡药水的下线。你有喝魔血的，还有你身上有力居的都可以卡，啊、其他人不要下。来开，确定一下，快点，还在读秒的，快点下，啊，可以开了，开吧。四、三，那个硬邦邦下线，下线下线，那药水喝满就下。好 ，OK， 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。
还有三个人了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倒数五秒，也可以跳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可以跳了。来，不，哪个上马可以跳？打个一。Hello。哎、欸，哦，有，还好，没事。差点以为没人可以跳。好 ，OK， 那就一个跳就好，千万不要跳，千万不要跳。来，先救一个萨满，先救那个一个萨满，先救一个。五队跟六队都捕尸，看到可以救啊，捕尸全死了。不要跳，不要跳。跳下队伍，刚好你们在救人，我跳下队伍。好，开始救人咯，来，那个救一下术士，要拉的喊佳佳了。先救那个山贼。好，我们先拉术士，术士都可以上了。来，那个山贼，你等一下看哪个术士起来，拉一下八队那术士，来，直接拉，开门拉。那个 buff， 你等下看哪一队道奇的牧师小弟就帮忙上了，法师也是，那个没有分配到队伍的法师帮忙上一下，找看哪一队缺资力都给大的，拉的喊佳佳都上了。等一下这个奥罗打完，我们会去打那个叫什么三宝，好吧？奥罗打完，我们打三宝，不会先打克苏恩哦，记得哦，奥罗打完打三宝。好，来要拉拉喊佳佳，拉下可乐。会啊，金团账本给大家看啊，那个零的就是还没拍的或流标的，我 po 一次给大家看。那个有两个很好的东西还没拍，所以不要担心，就看这个会不会出盖博了。嗯，没错，要出那个。好，等一下第一筹给那个放屁你上去接，阿乐让你买，他买到的坦克都卖掉了，他只剩最后一只，他那只有蜘蛛之吻，他只剩最后一只封建坦。他有两只，是我帮他找到有人买的。他都亏本卖，因为玩太累了。
很便宜啊，很便宜。啊、有没有六支封建台？每一支都花大钱在养，超凯的。每一个装备都从三万四万那，整套买现在20几万，然后还买六只这样子。那个等一下那个 OT 组哦，你觉得你会 OT 的，你就去右边，我们打右边 OT，OT 右边 OT 的打法啊。等一下那个近战跟坦克，你跟我走，好吧？啊，那个放屁你就坦一下，你的血最多了，最硬。啊，人家仇恨看也是要看仇恨打、哦，第一个坦克要看仇恨打，你不能追太高，不能追过 OT 组。然后那个等一下近战你先不要打，近战你等一下自抗想要用力打的，你喝个小自抗。哦，你喝的小自抗，你觉得仇恨过快要过高的时候，你就去吃沙尘，去 OT 组那个方向。好，有拉到吗？Hello，Hello， 等他们一下，他们是过来的吧？这男人他在对面欸，不要拉他欸，他在对面，都到了，来，谁没到打叉叉，应该都到了，来近战你就跟我走，我们去左边，近战跟那个贝比跟波米，你们去右边 OT 组吧，帮启动，启动完就回来。嗯，找个法师，看哪个法师仇恨最高，就帮他启动了，然后就回来。来，怪来喽，小心，怪来了，小心，智力哦，没关系，没有智力也可以打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先不要过。那个叉叉，你知道弹哪边哈？你要弹我们这个方向的九点钟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就好，你要再瞧位置就可以了。九点钟，好 ，OK。我们这个方向的九点钟啊，不是他们那个方向。好了，可以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都过来，都过来。Hello， 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OT 组去对面。OT 组去大饼那边，远程都去那边了，那边很好打啊。你只要发现法师，你只要发现你的 OT 很远，你就回来哦。兵法你平语不用去，你可以来我们大团这边，等一下再走过来就好。等一下再走过来哦。你觉得你不会 OT， 你就走过来，你走过来这边就可以全程打，不用躲那沙尘哦。那输出会有差。好，我们上喽。四，来下马下马，不要超过叉叉下马。一，来让叉叉先上。叉够够够，叉叉够，来 OT 组开始打 ，OT 组开始打，没关系。我们第一次不给坦克吃啊，我发现每次这样吃就是死一票人。来布好叉叉就可以了，好叉叉就那方向，来叉叉仇恨做慢一点，来 OT 组 OT 一下，好 OT 了 OT 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近战先不要打，近战先不要打，近战先不要打，来等坦克，来可以了，来第一次杀成 OT 组的，好 OK 来开始输出，不要超过那个哇，可以冲可以了。好，等一下第一次拦截给那个要习惯哦，下一个给那个宰你老木，第一个，等一下看坦克没有拦截回来，你就拦截一下。有没有看到那个？你们有几个已经去准备吃沙尘了？哎、欸，碰到坦克，来下一个坦克是谁？注意看，等一下，来近战小心，开闪避，盗贼开闪避，盗贼离开，沙雕离开，沙雕离开，沙雕不要再打了。来，战士拿盾。等一下，近战没有坦克哦。哇，是我是。来，近战没有坦克，斩你老木，开招。来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，没关系。F 战小心 ，F 战小心，坦克做一下仇恨。来，要习惯，不好他的血，不好要习惯。啊，要习惯就你了。开个招哈。好，开破，开得好。来，近战继续打，不要紧张。来 ，OT 主将很稳哦。来沙尘哦，注意哦，要躲。准备击倒。哎，你太过去了，坦克你太过去，所以被喷到。来斩你老木，不要他的血，不要斩你老木。来，全部人看斩你老木，补尸，补他单体。斩你老木，再过去一点点，再过去一点点，再过去。好，这个位置，对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来拦截回来。准备击倒。来准备沙尘哦，哇，又是斩鸟木，来斩鸟木那么厉害，来下个胖放屁，轮到放屁了，不好放屁，武士看好星星哦，来打进20%，加油，打进20%，下一次沙尘准备了，星星回来一点点，星星回来一点点，
好好好，这个可以，没问题啦 ，OK， 稳的稳的，来拨好那个放屁就可以了。来，全力输出到20%，绝对不会下地。好，拦截回来，拦截回来，不然下地了，强制下地，有时候 bug 就这样。来，打进来，来散开打，散开打。来看好那沙尘的方向，他在 OT 组那边沙尘，所以你只要离开 OT 组就可以了，进站。来，很少哦，小心地板，上满补一下，进站。闪避开一下，闪避开一下。亡灵意志也开一下，来剩6%斩掉。来上满补一下近战，不然要死一票喽！上满补近战，坦克离开，坦克离开，要习惯你离开，离开那边。好，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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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看到盖博？啊，姜母鸭没了。黑哟，出什么东西？要给我出那个什么甲壳蛹？啊，真的是黑豹。PVP 这 PVP 用不到，对。好，来，把那从看谁要 buff 哦，那个要习惯你下线，然后那个八队那个术士你也下，那 buff 很多。那个 buff 多的都下，其他人直接去死就好，救一下我，我要捡。救一下我，要救的打加加啊！不要救的你就去跑魂就好了。好 ，OK。我们等一下在门口拉一波，再去三宝那边啊。哎、欸，不给救，不给救，不要拉出来、欸。我捡东西哎、欸，我捡那个灰烬。那个还有谁要救？快点喊加加！谁要救？喊加加！啊，没人要救啊，都来死咯，都来死，我们跑回。好，进本，来门口，门口拉人，门口拉人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啊！门口拉人，啊，不要不要，我们去那个可以换东西那边拉人好了，就换东西那边拉人，走走走，起码去可以换灰烬那边拉人，一边换一边拉，换完了可以帮忙点门，节省一下背包啊，不然等一下一堆人那边打客数人在那边前面换，跟昨天一样，我们去那个可以换东西地方拉人，先三宝。我刚打那么多次哎、欸，拖了5-6次。OK， 来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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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边换东西一边拉人，来要拉了可以上了。
来，杰哥，帮忙拉一个，杰哥要拉了，韩佳佳，帮忙开个门。你先拉到别的宿舍就可以换你换了。来，要拉的，要拉的，在哪里？杰哥在哪里？杰哥，杰哥在开门了，帮忙点门。OK， 好。来，还有谁要拉？韩佳佳，快点上来。来，可乐曼叔在不在？上线了，要拉了。然后风吹，来去三宝那边。来换完了，去三宝那边走走走。来帮我点门，又有人要拉，好，帮我点门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来砍那个砍斩你老木，拉他一下。好，我们去那个换好了，直接去那个三宝那边，好不好？三宝那边的术士拉一下他们。等一下哦，那个小怪没有重置哦，注意有啊，不要引到。哇，风吹还是尸体耶。来，那个拉一下他们，拉一下那数字。反正八对数在不在？开个门拉一下，开个门拉一下那个可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跑啊！拉一下人，预 buff 一下，说是开门一下。来，那个拉一下那个打叉的提布，我看提布你省什么？我靠，你省一个那个强效秘法，麦孬那个六 G 的东西，不要省那个东西啊！难怪那么多人要拉，我刚看大概只有六七个而已。啊，还有谁吗？好，拉一下那个宅女老木啊，宅女老木喊超久，谁可以拉一下宅女老木 ？OK， 有人拉了可乐果。来，两个门帮忙点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这小怪拖到下面打、啊，等下全部都跳下去，来 buff re 一下。那个一队没有耐力，那个放屁在吗？拉一下放屁。好，等他拉来，我们一队就可以上 buff 了。耐爪都给一个。好，来。那个放屁有拉到吗？没有。哎，奇怪，那个点到门的不要松手。等一下哦，等放屁来，他可以上耐力，等他一下。现在有了吧？好，来一对耐力给一个，谢了。来，小弟给那个牧师启动，我确定一次，我们准备开打。那个一贼在不在？
来，再拉他最后一个，再拉最后一个。来，法师智力给一下，法师没有分配到的法师智力帮忙上。我们准备上喽，这小怪打完，等下后面都很简单，跳下去打，跳下去打，来坦克跳下去。来拉拉墙壁，拉拉墙壁，我被心控，小心不要打死我。好不容易刚上完 buff 哎，好 OK， 来拉墙壁，拉墙壁，拉墙壁，全部近战都靠墙壁，全部近战都贴墙，近战都贴墙，不然这边炸飞。好漂亮，最后一只。进来，来缺 buff 的打叉，缺 buff 你就打叉，没关系。等一下那个小怪弹两次，好，来开喽，五、四、三，缺龙头，二、一，龙头我也没办法。欸、快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哇，嘲讽！哎，全部先挤我掉裤头，跟那个叉叉，啊，被控了！小心，顺皮不要打，顺皮不要打，被砍死！打单体就好，打单体，裤头先打。好，打掉裤头了，下一个叉叉。哇，这次没有人拉，一直上满在扛，厉害了！来，法师上来爆！暂时贴两侧，暂时贴两侧，近战贴两侧，不然会被炸出去哦。等一下飞，刚好断线就飞到克苏恩房间。好，团血刷一下，我再打最后一波小怪。绿色的坐骑谁要打一？你被炸上去是不是？哦，好。对吗？底门的够吗？好了，下来了。好，来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讲一下哦，等一下我们先打妈妈，再来打儿子。妈妈跟儿子坦隔壁，爸爸的话稍微拉一点点距离，然后面向朝外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我会负责去坦那个阳光啊、哦，我等一下负责坦妈妈。然后那个放屁也跟我一起谈妈妈，最后的时候你开那个破釜接爸爸，那那个宰你老木谈叉叉，那那个要习惯你谈爸爸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来大家回满。啊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等一下方便你先扛，我切狂之接孔再朝。哎，大家不用跑到里面，不用跑到里面，不用跑到里面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确定一下，大家都回满，我们就开打。萨满，等一下注意解毒哦，全部小弟也帮忙解毒，上个那个回春就可以了。好了吗？血都回满了吗？来，七对牧师还缺什么东西吗 ？OK 了，好，来进来，进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。哦，麻烦看好那个坦爸爸的那个坦克，要习惯。好，我上喽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，坦克接，下马接。来拆怪。来，那个叉叉坦过来，叉叉的坦克坦过来，裤头这里，两个贴在一起。帮忙打断一下 ，OK， 没问题。来，叉叉弹过来，第一次恐惧了，打掉。然后等一下剩下叉叉，全部人集在一起啊，全部人靠近。哦，解毒，来解毒，上满叉清毒，小弟帮忙解一下，五六七八对的。
来，骷髅头要死掉了，法师准备冰角，法师靠近，法师靠近冰角，准备奥爆。来，法师准备冰角，来，法师冰角，奥爆，要炸的炸一炸，工程学，全部人靠近叉叉，来，全部人靠近叉叉，快点，不然小怪乱跑，坦克把方块抓走，来，把团血刷起来。OK， 你死没关系，我坦，骷叉叉我坦。好，来来来，来，全部人靠近叉叉，全部人靠近叉叉，快点贴紧，不然撞来撞去的，要打哪时候？靠近叉叉。来，全力集火掉叉叉，快点！那个小虫打一下，小虫怎么还有两只小虫？冰角一下，暂时砍一下，顺劈打起来。好，来那个放屁，准备开破釜接王，等等哦。最好喝个十盾，你不一定要开盾墙，把这个叉叉斩掉。好，来准备接喽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方块啊、哦，先不要打方块，先等坦克接到嘲讽到，来放屁接到，放屁开招，再嘲讽个，再嘲讽个，武士要被砍死了。来要习惯，不好要习惯，放屁也接到，放屁来播那两个坦克，要习惯跟放屁，来放屁开招。哎，血不行就朝回去，两个坦轮朝，其他人用力打，啊，攒起来，攒起来，攒起来，来离开，好，来把团血刷起来，等一下来救人一下，把全部人救起来，萨满救一下，哦，哇，出这个戒指，跟昨天一模一样，哎。跟那个四点那一团一模一样，一件不少。那等一下尾王应该出187哦，我觉得这么毒怎么捡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请捕士刷你，等一下。来，那个捕士都看星星哦，来捕士狂刷星的血，帮他套盾，来帮他套盾，帮他套盾，帮他套盾，星下去捡。啊，套盾套盾，刷起来吧，把血刷起来，用力刷，丢丢丢丢丢。好 ，OK。哎、欸，救一下人了，救一下人。啊，你想要捡那个灰烬的，你先捡没关系，我先调队伍，我先调队伍。啊，那个放屁的你负责开完，那、啊、全部人吃看喝一罐，直接去克苏恩房间。等一下，我们打南门打法 P2 的时候不打黑水，然后那个放屁就负责坦那个人群这边的那个大触须，要习惯坦左边，斩你老木坦右边，我放屁就是坦中间的意思，南门。然后我再调近战的位置，输出都是把你调前面。等一下哦，你也在跟我一起在等这个是不是？好，OK OK， 我调差不多了。来，我确定一下，大家是不是都在？那个数字可以拉我一下，拉我一下，我刚才捡东西。好，我讲一下哦。听到等下打一哦，等一下那个放屁是一队。哦，他是投标骷髅头，然后那个二队的话是我阳光，我叉叉。等一下，那个血在流跟着我跑。一队的那个放屁，那个无情，你要跟着放屁一起走，重叠。哦，天要打一哦，无情。好，三队的部分那个日回，你当投标 OK 吧？三队给你方块，
那个天然你跟日回战好，然后你们的 range 10打出来，自抗都喝，等一下我会检查谁没喝大自抗，自抗全部都喝，自抗都喝哦，各位自抗，不然等一下我要抠。然后4对那个 F 战，你当投标 ，O 不 OK？ 月亮。然后5对那个E贼，你当投标。E贼，你这边缺个近战，那个慢输了，我帮你调5对，让你可以提早进。哦，慢输了，你跟那E贼两个重叠。好 ，OK。6对的话，那个沙雕你 OK 吗？沙雕看刀，你当投标，会不会走6对？那个有自抗的卖一下，那个没自抗的好不好？卖一下都要喝，不然等一下那个串烧。至少可以挡一下，完全没伤害的。好，那再来是那个七队，就是要习惯，你就负责那个大饼。然后那个斩你老木就星星，那星星可能会跑掉，因为那个 A 我懒得收啊，那星星可能会跑掉。斩你老木你八队就左边，左手边。OK， 好，不是串烧就是那个等一下那个闪电打出来嘛。现在一罐自抗大概12-15斤吧，不确定。来，那个是有那张图，克苏那张图 PO 一下，有图的 PO 一下，我找一下有没有。这只应该没有，哦，这只没有，谁有那张图？1357左，我们现在面对这是南门，我们等一下打南门 P 图的时候，1357左，2468右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对对对，我们打的是门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很多团以前都打的是罗那位置，OK。那个麻烦牧师暗抗全部重上一下暗抗，然后自抗我要开始检查了。来暗抗牧师帮他全对上一下。哎，都要喝哦，自抗都要喝。金奈爪谁还缺的，帮忙上一下。喝一罐自抗有保障，我们可以全部人都活下来。那个大触须哦，我们优先打里面的右手边。那摇他，你喝自抗，快点！摇他喝自抗，摇滑喝自抗，跟隔壁的买一下。摇他，你在不在？不喝自抗，八王不分啊！这只王不分，摇他，快点喝自抗，有没有带自抗？快点！小的也可以啦，小的也可以。好 ，OK。来，现在暗抗有没有都有了？来，二队给个暗抗好不好？二队群的暗抗，喝个大的嘛，小的大的也没多少钱，等下我们随便分都分700-800，对不对？那个你想赚钱，你就要先投资嘛。一对没暗抗，对，一对没暗抗。好，那个木，不要再出去了，毒命软泥小心哦。那个可乐不用 UI 啊，不用 UI， 你五对的，你就站在边边，远程的你就站边。那个这个地图很大的，你可以你没打到都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找个安全的点站好，不要串到人就可以了。你没有输出都没关系，因为输出很后面都可以输出啊。你不一定要摊前面，尤其是红光，红光只要绕那个圈一直输出也可以。好，等那两拳法，两拳法上线，他是不是断线了？有没有认识他？好，等他一下下，他 OK 我们就开打。他刚刚说他重开哦，放来刚刚那个有图的再 PO 一下，刚刚有图的，哎，这个你是没打过 TAQ 哦 ，TAQ 都打到烂了。你谁有那个图？再 PO 一次这个图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啊，你怎么会有 A 啊？那么厉害，看一下。哎，你没 A 哦，你是直接写在团队皮，了解。1357左，2468右。我们 P2 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门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进场这个打南门打法，就全部人都聚集在南门。好，下来拿下外送。好，等你一分钟，那两圈法还没上。啊，那个还没有缺 buff 的，注意看。然后那个伤害药剂喝一下，伤害药剂喝一下，至少喝个力量嘛，意识一下。好，等等那个两拳法，
OK， 那个日本人在哪？日本你错边了，靠墙走过来。日本 ，Hello， 日本，你是三队，日本来来这边，日本和牛，靠墙靠墙，不要直接走过来，靠墙靠这边有没有？叉叉这边，贴过来贴过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边的。1357左内，2468右。好了，好，詹老木等他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讲错哎，和牛抱歉，你是另外一边的，你是右边，你是左边的。我刚想说怎么看你暗暗的，你是太远，抱歉。啊，你没错，你没错。好，那老木你回来了吗？看到外送，等他一下。等一下下都还好，来，我再确定一下大家是不是都好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开那个牧师，你先不要一个牧师先不要上嘛，等一下帮我们那个放屁先套盾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太快进场哦，会被串到。那个坦克只要仇恨没坐上去，就那个王就不会电他。好，你讲那时候开那什么血性狂暴，那个王可能就电你，然后我们刚好在跑位，就串烧了。我上次就看过一次。好，那詹老木是坦克还好，大家可以站门口，我们准备进场咯。那个八队的远程你等下站好，你是最外面最慢进场。OK， 来准备上咯，来帮他放屁套个盾，套完盾我们上马，来帮他套盾。好，上马，等他一下，来准备上，4 3来上，硬邦邦上。好，等一下先不要进咯，先不要进，来切狂之冲锋过去。等一下他还没打仇恨，先做点仇恨，来进场进场。来帮那个放屁补一口，帮放屁补一口，补师放屁开个破釜。来 ，OK， 来叉叉这边基准当基准 ，range 10，好贴好，不要扭来扭去的。哎，那个十院先开了，十院先开，小初期远程帮忙打一下，砍两下就不见。十院开一下哦，十院开十院先打了，只要 P 1第一次红光，我们能打50%，就不会有第二次红光了。快跑！来绕圈，来红光前面的离开，注意看，来叉叉这边的可以不用动，叉叉这边可以不用动，来出去打一下，出去打一下，来绕圈打，绕圈打，绕圈打。小心不要被弹进去，不要被弹到红光。哎、欸，那山贼怎么死的？我、哦、们想偷吃布哦，那个躲在那楼梯确实可以。那个楼梯是安全点，没有错。来，你准备红光要回去了，我有第二次红光了，这次全部集火。来，以叉叉当基准，叉叉是二队，来一队在我旁边。好，哇。那个法师帮忙打一下，法师帮忙打小眼球，快点，要串招了。月亮这边的法师，快点打掉。被弹进红光哦，了解。来，那个小弟有战斧，战斧一下他们。那个三队日回把战斧起来，滴滴。还有那个天然，还有那个山贼，小弟有战斧，直接战斧了。来，准备进入斩杀啊，切狂之了。坦克也帮忙斩，来斩杀。强怒喝起来，喝起来斩，不要有第二次红光了。快跑！打掉，来这波红光绕着斩，红光前面离开，小心不要被弹到红光，小心！哇，又被吃进去了，厉害了！来斩掉，斩掉，斩掉！小眼球法师帮忙打 ，OK， 来去南门，小眼球打掉，那个1234队的法师。真男人欠你哦，然后那个云中幽暗提布，我们家都打对面的那边罗那边的小眼球，来大出去中间帮忙打。哦，除了坦克千万不要嘲讽哦，来记得拿盾朝出去的，这个还挺痛的。小弟还没有战斧，战斧一下那个死掉了，有就战斧，没有就算了。然后术士石头绑自己，或者是要绑谁都可以。进去一律先打右边的触须哦，来大蓝球要出了，准备断法，大蓝喝一下。来大蓝球在哪？大蓝球右边打断，冲锋打断，帮忙打拳击，好漂亮。
法师去处理小眼球，这个大触须哦，跟大眼球近战处理就可以了。来，里面的法师猎人哦，打右边，来第一个打掉了，漂亮。来，全部输出都打右边，来他剩左边，那个慢头猪你不行就出来，来大触须正中间。来，慢头猪你出来，那个波米波好，那个射得好厉害。来，射得好厉害，你八成再出来，有两个捕食在里面，打到 10%， OK， 注意你的伤害哦。来，日辉帮忙打，那个萨满补单体，补一下他们两个。来，射得好厉害，你出来，来大眼球断法。那个术士打掉，术士打掉，术士里面的打掉，打掉那最后一只。直接打掉，全力集火，法师打掉，打掉，准备打王，里面打掉，准备打王，全力打掉，快点快点，20%，10%，来破甲上一上，目标改变，来打王，那个金火上一下，金火元素诅咒，鲁莽诅咒有了，暗影诅咒谁的上了 ？OK 啊，没问题，来强怒喝一下，小爆发，死亡之愿先开了。那个萨满图腾擦一下，那个捕尸魔比较多的帮忙 K 一下，捕尸魔比较多的帮忙 K 一下 ，K 到50%你就停手，你就继续回魔，啊，这应该可以打到35，哎，可以，好，我可以35了，30吗？来再一下，好30，那个进去等一下不用等抠了，全力集火就好，不行你就出来。那个补士你在那边补一下 DPS，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次，就把王 K 死了。哎，出去打一下。大蓝喝一下，大眼球要出了，注意断法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那么多人直接去对面了？哎、欸，大眼球在左边后面，有法师太早过去了，来冲锋过去拦截一下。来，我先冲了，来家人来过来拦，过来拦，快点！我他妈喝的强路来拦了，我帮人灭团了。哎、欸，太快出来了，大哥，吼，要赌这个啊！我差点出事。嗯，等一下还我一组强路啊！我帮你断了那一波了，来准备出大出去正中间。不要紧不要紧，来里面的就随便 K 就可以了，里面随便 K。哦，不用等 call 里面了，随便 K 不行就出来。来右岸，你先把那7%的打掉。来那个 N 木，你出来。风吹你补他，我看你的魔多少 ？OK， 那个法师你打到80才出来，右边眼球出来，帮忙打右边，蛮远的，帮忙 K 一下。来，那个真男人打掉，里面的法师全力集火，不要出来了。右岸打掉，右岸打掉，盗贼帮忙打掉，准备打王，来全部人打王，爆发开了。目标改变。哦，你现在就进来，直接进来一边可以打。来，鲁莽提早开了。应该是出187啊，没有意外。黑手不要摸，我来摸，我摸，山贼摸的。我要出死钉嘞！哇，加眼球斧发财！哇，发财发财！